最后一个球就是首先还是恭喜印尼可以拿到本次奥运会的女双金牌。确实对面的姐姐也是征战了好几届的奥运会了，我们也是从小看着她长大的，对。然后我觉得跟她的这个对羽毛球的热爱，这个敬业的精神，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。她竟然可以在30多岁的年纪还是可以征战在这个奥运赛场上，可想而知她在平时付出了有多少。而且在这么大竞争的环境下，包括我们女人不能说年龄，那个包括就是我们现在一代的年轻人起来了之后，他还是可以就是跟我们形成这种强有力的竞争，所以我觉得他还是很让人敬佩的。对，而且他在场上的一种球风，他不管是落后还是领先，他都可以就是从容的面对，笑着这样子打球，而且还可以鼓励旁边的小队。我觉得他的一举一动都是我们值得学习的目标，所以估计该退了吧，霍尔姐姐。